紧急灾害行动医疗车，车厢空间亦能使用于野战医院、救灾医疗或灾民伤患之安置使用。多功能展演式行动油压指挥车，行动指挥车以油压推动性能，将车厢往两侧扩展，让车厢室内空间加大，使行动指挥车更能发挥其功能与效益。车厢后部的油压升降梯、电动门与紧急出口，车厢装置空调设施，车厢展开前器材设备集中置于车厢内部，器材设备即可移往两旁。车厢上部设计储物柜，让物品储放更方便。车厢地板中间设计油压升降台，可作为指挥车的会议或办公桌使用。敬请来电长益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交流询问。